确定想好了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哥，我觉得他心里应该还有我。行吧，一会儿咱见分晓啊。刘冠南，你叫我来干什么？我想跟你好好聊聊。你是听不明白话吗？咱俩有啥好谈的啊？你就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我现在工作很快就有起色了。你瞅瞅你，就你穿的这一身，你还好意思说你工作有起色了？真是浪费时间的。天哪，难道你看不出？老板，公司还等你回去开会呢。啊，你先去那边等我一会儿。行，好了。你什么时候开公司了呀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在你跟我分手之后，不把所有联系方式都删除了吗？你今晚有空吗？要不要去我家喝一杯？算了吧，我今天晚上挺忙的。我知道之前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太蛮不讲理，是我不懂事儿。你说这些干什么呀？你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我俩已经分手了，我俩已经分手了。那我们现在和好吧。我就不理解了，刚才你还嫌我破衣烂衫的，现在又跟我和好了。我都说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，我之前跟你分手是为了让你更加进步，你看你现在不也成功了吗？按理来说你还得谢谢我的。我确实得好好谢谢你。那你看，所以说你还是爱我的。我刚刚确实挺爱你啊。那你还在等什么呀？你快带我去你公司看看吧，正好我这个老板娘也该跟你公司员工见见面了。我正好最近把咱俩以前的旧手机都放到转转上卖了。我跟你说，现在手机贬值太快了，咱俩用了两年的 iPhone 十一，在家多放了一周，就少卖了200块钱，幸好拿到转转上卖了，赚了3000多，正好拿这些钱给你公司员工买点见面礼。你听不明白话吗？我说的是刚刚。什么意思啊？当初你毅然决然地抛弃我，你美其名曰是为了让我进步，但是你呢？你第二天就跟别人在一起了，你当我不知道吗？我真的很爱你，你就当我犯了一个错好吗？你别再跟我提爱这个字了，我觉得恶心。滚！